强大结局，荆棘我们还要在一起。情节走了，其实这一场旅行就结束了。我跟他们说了，下期一定要有咱们在一起就是好。结局二终极投票为哪？我选的是投的是我选理由绝对充分，所以我弃权。荆棘三神秘颁奖出人意料，现在我们开始颁奖。这个奖项，青姐，你真的是实至名归。给我颁吧，我昨晚没睡好觉。一段不可思议的旅行即将画上不一样的句点。星期五晚10点，毕生源《花儿与少年》大结局。